好，我是千鸟。昨天正好也是在西奈沙漠跟对方激战，就想到以前这部影片，把它翻出来整理一下。这一次是一开始的时候，跟对面一人一台战斗机，一边一台战斗机。我们好像又来了一台。他追错人。看来第一站应该是可以顺利拿下。我们家的战斗机怎么被攻击机欺负了呢？突然飞直的。We have taken objective butter. Enemy plane, watch it. 不晓得他怎么了。We have taken objective George.OK， 打掉。啊，跳机被我撞到，站着。哎，注意他的 ID， 这一场都是同一个啊，同一个人。三分后，对方出了三台战斗机。2-3，加油，我的队友！加油啊，我！哎，能不能追同一台啊？换别台追啊，大大，大大！哦哦哦哦哦！我全部撞成一团。We have taken objective Charlie. Plane spotted. 又过了一分半。出来就看到他在我们家附近闲晃，没想到竟然另外一台也在，两台合力在这边闲晃，实在是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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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We have lost objective apples.哎，你不要乱飞啊！哎呀呀呀！新的一个人，换空战机重生出来。我们这边已经没有人要开飞机了，大概是被他们两个欺负打惨了。他们两个，一个是。右耳，刚开始杀的那个是右耳，另外一个负责打，应该是这样的分工。我要把那个负责打的先追到他。好像不知道追对追错哎，感觉好像追对了。We have lost objective Edward.就飞行的风格来说，这个应该是比较强的那个，没错。究竟有没有机会呢？空战机的实力，We have taken objective butter. Hurry up！ 哎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危害死我啊！哎，好贱哦！
追对人了，追对人了。再一次。Yeah, enemy plane. 把你们两个打下来。We have lost objective Charlie.目标这个，耶、yeah, ，抓到了！是第二台，第二台来了，应该就是那个负责攻击的。就指望你的队友打不死我了。哦，没错没错，看到 ID 了。现在有看到攻击机吗？连攻击机都来乱。不过我们有 AA 在帮忙打。觉得这个位置 AA 是帮不太上忙的，又给我拉直线的。在我坠机之前打掉你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加速器的威力，追吧，还没，快修真讨厌！然后醉了醉了醉了，不行不行，不能追击，就让他自己撞吧。哎，他没有跳哎，人真好。I can see a plane。第二台给我抓到啦，剩下你就比较好对付了。We have taken objective Charlie. 这个剪刀要转久一点啊，如果你是要做剪刀的话，这么快。来回是没有意义的、啊。哦，来个减速。当爸爸你。又减。哎呀，中到中到，糟糕糟糕，被卡住。哦。啊！不过我们突破空中封锁了，之后他们就没有再上来了，所以后面就没得看了。好，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在下面帮忙按个喜欢、订阅，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就比较不会错过新的影片跟直播哦。还有 FB 的粉丝团跟 LINE 的官方账号也可以追踪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